国渣男退散，让丑人出头天。前男友他非常小气，也是送我一些垃圾，然后还说你看，然后还挥舞给我看，这样子超不开心。有研究就是说，其实你要生出很漂亮的小孩，你的父母一个要丑，一个要漂亮，这样才是最绝配。天哪，我变太抢手吧！哎，所以你一定会遇到天命真子是超帅，像彭于晏一样。分手超瞎理由，霸气断舍离。他说跟你这种没有幽默感的男人在一起，基本上跟慢性自杀没有两样。女生的鼻子就是有黑头粉刺。对，我听过一个很扯的，就是说脚型不好，然后会克服。啊？手借口摆摆酒，哎，远距离不行，哎呀，长得太高也不行啊，不行。欢迎收看《同学来了》。要切就切，应该讲要切就切吧，是不是想要切就切？要切要切就切，对，要分手的切，不要一堆废话。对，哎呀，这个谈恋爱的时候热恋期总是很开心啊，分手的时候哎。很多烂借口就跑出来了，很多烂理由，什么父母反对、八字不合，好多奇怪的理由。对，所以分手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啊，你可能要讲得好啊，或者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请来这些来宾，分手达人吗？都是分手达人们，在这个分手路上呢，有的是这个一直在走，又有刚走的哈，只能说坎坷啦，坎坷是吧？坎坷。他们不是刚分手，就是在分手的路上，差不多大家都这样子嘛，对哈，很惨。但是在关于分手这件事情，小钟哥你应该比较资深呐，应该有很多切身之痛。真的，其实我是被分，被分比较多啊。但我今天要被抓到还是被分？一般来讲都是被抓到。没有啦，我几乎都是被分啊，因为有的可能是太年轻啊，有的是可能两个的目标不一样啊，想法不一样。那我这个是我主动跟他分手的。哎呦，那个是我差不多20几年前的事情。哎呦，20多年前，因为我那时候参加那个超级新人王，然后那时候被宪哥发掘，宪哥要组一个修比都华，对，我那时候就非常高兴，说哇，是啊，这个修比都华。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，然后我就想说哇，我要成为艺人了，以后红了。可能就是想太多，可能会累赘，他可能会是个累赘，我可能会有很对，你是最坏渣男，偶像团体啊，渣男，你是真的这样想哦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然后我们进去那个 BNG 唱片，然后就说健哥说啊，那你们可能要成为这个男生的偶像团体，那可能就是有一个禁爱令哦。那我就跟那个女朋友讲说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这个机会我真的等了非常非常的久。是，那我们公司有这个规定，说我们是男偶像，所以我们不能有女朋友。然后就看了一下我的脸，呸，你长那个样，男偶像。老兔的对象，因为他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一定对，他说我当初看你就不是因为你帅，我是因为你的音乐才华才跟你在一起。你说你要当男偶像，我觉得你不可能会红的啊。他就说：“他说我就诅咒你那个团体，就是真的一辈子红不起来。”哎呦哎呦，就一语成谶。辣有红，辣有红。但是我们不是，但是我们不是靠红啦，我们不是靠外貌红的，我们是靠这个实力跟歌曲红的，对啊。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其实有点过意不去，我觉得这个借口真的蛮瞎的，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愧疚。嗯，但是进入这个圈子之后呢，才发觉哇。真的是对不起他，对，还好先分手了，因为真的很多很不错的。渣男，渣男，他发现在整个森林里面，哇，诱惑太多这样，对。我高中的时候交一个女朋友，然后但是最尴尬的事情就是。我交往之后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他，垃圾，不是，这是对的，就是我们才不喜欢你，渣了，啊，渣了，开玩笑，高中的时候年小时候不懂事，我不知道怎么分手，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妙招，我就开始装疯卖傻，开始变白痴，变智障，就是我直接演示看好了，我一个玉婷当我的女朋友，假装你是我女朋友，然后她是很黏的，然后今天跟我讲你的事情，baby，
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？你是怎么了？你的脸怪怪的呢？啊，火锅。然后大概这样，就是中邪哦，中邪。没有，当然这是慢慢的，就是慢慢的，就是刚开始有一点，就是反应开始慢慢变，我知道我自己慢慢变迟缓，然后这是最极致的时候。老师没有把你带去看医生吗？老师应该会先发现吧。刑天宫，而且这个照一下，最麻烦的这个是要做全套的，就是我不能只对他演这样，我就是只要有遇到他的共同好友，我都要变成这样，所以。他那时候就说：“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”然后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，就跟我分手。他就觉得你怪里怪气的，然后就是主动想要跟你分手。对对，然后他很多年之后，我们又遇到，然后他还说：“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演的？”我不相信你刚刚这样的演技可以考上北艺大戏剧系。真的？有人跟我这样子演吗？没关系，夸张了，女生信了就好了，夸张。哇，我没想到丹恩居然还可以在这个状态再帮自己扣分，这也是算是蛮厉害的。这你那很有才华，但是真的不会，不知道怎么说分手，就是这样子。赞啦，哇，好。那请问外国的朋友们有没有在国外发生什么样夸张的分手理由？西班牙现在是完全是未婚主义，分手就是天天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分手这个跟吃饭一样，都天天都在发生。对，每天就很简单嘛，就是我们男生，其实你可能跟你的另一半很好，就是感情很好，也很喜欢他，但是你每天出门会，或是开 IG， 或是都到处都是正妹，你会受不了，那就分手的原因大概是这样。好诚恳的讲。你好，真心的讲出这些话来，让我们台湾的男性非常羡慕。问题在这里，就会你这样讲话会被就是被标签那个你是渣男。但是最近有新的一招，就是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polyamor， 就是多角恋爱。然后是很多明星、很多网红、很多就很有影响力的人才讲这个，就是他们可能是有一个主要的女朋友，但是他们也是有三个。就是次要的女朋友，然后他们觉得多批了啦。他们是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爱，我很爱你，但是也很爱其他的，所以这个大家都觉得哎，好像成立。因为我朋友也是，他是男友突然跟他说，他是男友是美国人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现在比较想要就是开放性关系，然后我交了一个意大利的女朋友，她要住进我们家，然后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，然后那个女朋友也是双性恋，她对你也很喜欢，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对，就提出这个要求。其实感情就是他们自己，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元，多元成家，同志的情侣，他们真的结婚，他们也是开放性的关系，就是哎，可以自己去找另外想要谈恋爱的对象。对对对，但是开放不是鼓励，我们说社会上的确现在有这个现象。对，当然我朋友也没办法接受就分手。哦，对，也当然也是这种也是很多，对不对？但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的体力不可能这样。小钟哥，哇老啊哇，还像要每天搞这些一个三四个，小钟哥也算是诚实，诚实啦，对啦，不会硬筋啦，对啊，卖给搞啦，对啦。这边还有整理了台湾的一些我们在网络上面收集的一些分手烂理由，好，看有人觉得什么体毛太多也不行接受，太宅什么什么很多，还有恋物癖脚太臭，哎，这个我配不上你，我会生气。这种分手常讲这一句，有点老套哎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很你先把自己所有人都配得上你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这样讲好像也怪怪的，所以你不要像这样说，讲话不好笑。好像是我们来宾这边的故事，这是我的故事，真的真的。我曾经交往了一个女朋友，一开始我们在唱歌的场合认识，然后那时候唱丘比特华的歌，然后她觉得哇唱歌非常好听，然后现场呢我又出开始讲一些冷笑话，她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风趣，然后很快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常常就是热恋，打电话热线，常常热线，常常讲笑话给她听，大概。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就在一起。对，好啊，目前最好。他觉得哇，他觉得太开心，他觉得说跟一个男偶像，然后本身又这么幽默风趣的人在一起，真的是好像在天堂一样。真的，对啊 ，Just like heaven。应该没有这样想。你家的。然后这个快乐日子过了差不多快半年，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要分手啊。
他说我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真的是笑话都用完了，才半年，对，他节目制作人，半年我的笑话也差不多用完了，用完了，事实上真的用完了。他说跟你这种没有幽默感的男人在一起，好像就是基本上跟慢性自杀没有两样。所以你没有幽默感。对，他说跟无聊的人生活在一起，跟慢性自杀是没有两样。这太去哪里了？深深伤了我这个邪心的心。对啊，因为本身我们小松哥幽默的，因为本身我们是靠搞笑的。他就说，那我有时候我去上通告，说哎，这个笑话好像不是很好笑，现场没什么反应。说对啊，你的笑话本来就已经很烂，很老梗，不好笑了。天哪，天哪，那你这样子，我们还要请你挑战一下吗？对啊，这会不会伤害，再次伤害你？你们为什么要在伤口上撒盐呢？我们帮你评评理，评评理。我随便讲一个啦，是哪一种的？好，我刚进来这里嘛，为什么有一个警卫一直笑？你知道在笑什么吗？对，因为在校门口是吧？对，他在校门口。等一下，破格。说你朋友吗？我也闹下的，闹下的。你这只是铺梗的，就是这不是真的梗吧？对啊，前菜当主菜在出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么好笑的笑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有一个警卫一直在笑？为什么要校门口？他站在校门口。我再问你，你还要讲鬼灭的鬼杀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知道最怕遇到什么人变鬼？什么？客家人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客家人应景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就没办法看那个鬼，这有中吗？有看鬼灭应该知道吧？鬼灭精神，对啊，鬼灭要拍，硬景啊，硬景啊，因为鬼灭都是一定要杀警，一定要杀的，对啊。客家人是硬景，哎呀，硬景，这个还可以吧？他们比较不懂啦。对啦，外国没关系，总会有人懂你的。对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好，是不是要找一个客家的女朋友？哎，客家女朋友不错，不错啊。港也很好，晨曦就客家人呢。我不是啊。你乱念什么啊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我跟你说，铺梗讲话又不好笑，真糟哎！你刚才在没伤害你，我觉得伤害。还会没关系，我不是啊。还有别的理由吗？你看，为了追剧不理我这个理由，这是谁碰到的？这是我的，我真的觉得这蛮扯的。通常是女生追剧，对，怎么会是女生追剧？他是追西洋剧还是韩剧？我跟你讲，还都不是，不是吗？他是追本土剧，本土剧，对，不玩。就是那时候大概也是十几年前的时候，有一个本土剧非常的红，叫做《台湾阿成》。哦，那太红了，对，老文聪啦，台湾阿成应该现场大。大家都没听过，他们应该年纪更小了。对啊，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是发生到，我觉得伤害蛮深的。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发生一些小争执，然后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说：好，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就要分手喽。你再不给我一个解释，我就要分手了。结果后来他居然就回我说：你不要吵啊，你要分就分吧，你不要吵我。今天台湾阿成最后一集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后最后一集真的不能吵他。哎，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很重要哎，你就让他看完就好了。你都忍了300多集了，对啊，那你跟我说这最后一集你不忍？我是他女朋友，我输给一个阿成，这像话吗？但是最后一集，你等于说最后你是给他重一集了，你现在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又比那个剧还要长吗？不是啊，因为已经是要跟你分手的境界了，你怎么还可以说我要看台湾阿成，然后就不理我，要分就分这样子，这很夸张哎，而且你可以看重播啊，你怎么我只输给一个台湾阿成，我真的不同。超北宋的，对对对，但是他的确是这样，他我都说要分手了，至少要先放下手边的事情。对啊，对。结果后来你居然是说不理我了，就后来他真的不见哎。啊！就后来我就是大概一年多之后，我真的又碰到他了，我就说到底当初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真的很不解，因为我被一个台湾阿成给分手，我到现在都还很 care， 都放在心上。就后来他就说。哦，就是那一天之后呢，我就发现，就是隔天去玩的时候啊，我的手机掉到海里面了，所以我要再联络你也不行了。这好像也蛮这个好烂，这个比较瞎，这个台湾很瞎哎，手机掉到海里面。
这个好烂哦。我觉得台湾阿成背了黑锅。真的，其实是手机丢到海里。他其实只是找个借口。哎，我真的也觉得很夸张，所以后来每一任男朋友，我觉得最基本的至少都要会背我的手机。好，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理由哦，你看到、哦、这个写的很大四个字，耳垂太大。这个不是谁被分手？耳垂位置是我遇到的，应该是好的吧？有福气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是我听到，因为就有一天我跟我朋友一群，那我们就去那个餐厅吃饭，然后呢隔壁桌就坐了一群男生，然后因为他们讲话真的太大声，我们没有故意要偷听，他们就非常大声在那边讲，就问其中一个男生说：“哎，你女朋友跟你女朋友最近好吗？”然后那个男生就说：“哦，最近跟她分手了，什么什么的。”然后他们就说：“怎么会？你们不才在一起大概一两个月，还在热恋期，怎么会突然间就分手了？”他就非常大声的讲说，因为他的耳垂真的太大了，然后他说觉得很恶心，他说那一坨他觉得很耳烂，然后那时候他还那个拿出手机来就是给他的朋友看，说你们看他耳垂真的很大，然后他的朋友就围在那边就想说，哦，真的很大哎，然后我那时候好想要凑过去也看一下有多大，我想说到底耳垂要大到多大才会让人家要分手？耳垂大，对。有我耳朵大吗？有我的耳朵有这么大吗？是不是好笑？很好笑啊！这一集看多久？大大笑得好开心啊，小钟哥。傻眼！我觉得可能真的有这么大才会被分手。哦，这么大，真的耳朵大福气好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我也听过一个很扯的，就是说脚型不好，然后会克服的。脚型这个是乱讲才会克服吗？就是没有，他们是一对情侣，但是他们两个个性也都很合，然后相处也都很融洽。这个事情呢，直到有一天，就是那个女生她穿了凉鞋之后，然后那个男生看到她的脚趾，然后就说：“糟糕，你这个脚不行哎，哈，这个第二只的指头比你的大拇哥还要长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奇怪。这不是希腊脚吗？这是对神脚吗？希腊脚就是传说中的希腊脚，但是他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罗马脚，而且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，就说什么哦，第二只指头比拇指哥长的话，他就是会克服，会克服。有就后来两个人感情明明都很好的哦，就后来就居然就是这样渐行渐远，最后分手。这是烂借口，怎么可能？对，其实大家有点不了解的话，就是这是一般的埃及脚，就是最容易了解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像楼梯一样这样下来。然后呢，像罗马脚的话，就是第二只指头跟第三只是比较平，比大拇指短一点点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。对。然后希腊脚就是第二只指头比较高一点，比较长一点，比大拇哥还要长。对，希腊脚会克服。没有，其实希腊脚是最漂亮的脚。对啊，人家说希腊脚都是美女，是皇室的脚。然后像戴安娜王妃，她就是希腊脚的代表。所以你自己是什么型？我是希腊脚。你就是希腊脚。是你本人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不是我。他这样，我们现在看不出来，他脚。第二只指头，希腊跟凯尔特是不是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凯尔特，可是第二只超长，然后到第三只的时候有点落差，有一点像是下楼梯这样子。大拇哥跟第三只指头是一样的，然后第二只长，对。大概是这样，可以检查自己。你是罗马，是罗马。你的是，我是罗马。罗马脚，凯尔特脚的话，它是非常就是擅长于运动的，而且通常都是像是黑人的篮球明星或什么，他们都是凯尔特脚。想要黑人的篮球明星。接下来看还有什么瞎的嘞？有，黑头粉刺太多。这个太扯，多大多黑头粉？我有一个台湾朋友，他就说，因为他的鼻子有黑头粉刺，就是女生的鼻子就是这样嘛，就是有黑头粉刺。黑头粉刺，但我觉得这个还好吧，太肤浅了。如果其他是 OK 的，也 OK 吧。但是他说其他是 OK 的，但是他们做爱的时候就会一直看那个鼻子，然后软掉。是皮肤科医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我就送个美容的课程就对啊，带去清一清就好。没有努力，但是还是没有改善，然后他一直没办法，就一直集中在那个黑头粉刺，所以就做脸就好了。你超黑头，其实这个 care 点就是很小啊。对啊，哎，娜娜，我也有因为外表啊，还有那个长相不好的关系分手的。哦，那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朋友介绍一个帅又有前任的一个男模特儿，那他那一开始约会的时候会很甜蜜，很 OK， 所以很自然的开始交往。那他一开始很甜蜜的时候介绍我他家人，那过几天后突然他跟我说，哎，妈妈说
不可以跟你交往，哎，他这样讲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妈妈觉得我不够漂亮，还有身高也很矮。妈妈怕的是我跟他万一结婚，生出来的小孩不高啊，不漂亮，他不喜欢。他这样讲，太坏了，对，太坏了，太坏了。妈妈自己长得是怎么样？对呀，那小孩可以长怎样？他真的差一点，但是我一开始就感觉到。他有一点点的马宝的那感觉，那后来真的没想到，连谈恋爱也妈妈决定的，真的傻眼。哎呦，妈宝不行，这样不行啊！真的太非常的妈妈 boy， 分了也好。而且好像有研究，就是说，其实你要生出很漂亮的小孩或很帅的小孩，就是你的父母一个要丑，一个要漂亮，这样才是最绝配。天哪，我会变大太抢手吧？哎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不正常吧？我们抢手了，哎，这样我们都抢手了，哎，骗人的吧？是啊，对啊，我们就突然成熟起来，对啊，你我们这样你们真的算是，哎，所以你一定会遇到天命真子是超帅，像彭于晏一样。洛丽塔会跟彭于晏在一起吗？会哦，会哦，真的想得超好看，好棒哦，洛丽塔，祝福你，真的，记得记得啦，这由此一说啦，新闻乱七八糟。有讲，那如果那纳豆哥基因那么强，一生出来就是很多小纳豆哥怎么办？不过这个已经分析完了，就生生看啊，来验证一下。对啊，你说明生出来你的小孩子以后可以去打 NBA 也不一定。对啊，黑人小孩。那这个是我隔壁老王的种，太奇怪了吧？刚刚西田讲的我也很受不了，就是我的前女友也会问他的爸妈，我 O 不 OK？就是会分析我的身高、我的外表、我的家境，问爸妈我可不可以。对。然后更夸张的是，也会去那个算命师问我们合不合，或是八字，或是八字，会合八字，或是我跟他讲那个多角的恋爱的理论，他就不会就不愿意跟我沟通，他就会去那个受精，或是叫我一起去受精，去受精这个问题。讲这个通常都女生都会讲，多角恋爱，莫名其妙。他不能接受这关键。好，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听过？有哪一个国家的分手是蛮瞎的？哎呦，看看各国啦，韩国好多，韩国好多，韩渣，绝对是韩渣，韩渣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玉婷，玉婷，韩国，就我朋友他们之前去听梁静茹的演唱会，我听着羊肉炉，你放心。然后里面有一对情侣，一个男生是韩国人，女生是台湾人嘛。然后那天的神秘嘉宾是五月天，然后那女生就听到是五月天，有没有？她就开始很暴动，很嗨。然后嗨完之后，他那男生的表情就开始怪怪的喽。然后之后我同学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们那天怎么了？”那他那女生就说：“我们分手了。”然后因为那男生说他原本那个气质的女朋友听到五月天太嗨了，他觉得很反差，就跟他分手了。喜欢偶像也不行，促进太大了。韩国人，嗯，不，这个要问一下秉秀，都为什么？是不是韩国的朋友他特别不喜欢这种高反差的？当然是每个男生都不一样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男生可能是比较大男人吧。对，你是我的女朋友呢，你应该不能这样子。对，平反一下，然后来 Cibo， 你也是讲韩国的。对，韩国就是有一个朋友去韩国留学，交一个韩国男朋友，然后他就想说，就时间久了嘛，他就见面的时候都没有化妆，就比较随便一点。然后有一天男朋友就跟他分手，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男生是因为觉得女生太随便，然后越来越不修边幅，所以才跟他分手。哦，这个好像韩国人好像蛮注重外表。对啊，注重外表啦。是哦。OK， 我跟你讲，我的最韩渣，我写韩渣，因为我一个朋友，他是去游学团认识那个男生，那游学团大概是可能20天左右，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，那个男生就跟他告白说他真的很喜欢他，但他们没有在一起。然后那个女生回来台湾之后，他们每天就视讯啊，就暧昧这样子。然后女生就想说，那男生生日到了，他就要去韩国给他一个惊喜。就他飞到韩国的时候，见到那个男生，那男生脸整个就是怪怪的，然后他就硬着头皮带他去逛街。结果那个男生后来说，其实他在韩国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只是他也很喜欢我朋友。我跟你讲，他根本就是在用我们台湾制造的在做使用而已。啊，你懂吗？他我包他喜欢我朋友的
身体，但是他的心灵是属于他的韩国女友的。那你朋友走出来了吗？我朋友就直接封锁啊，没办法，那真的没办法，太渣了。秉秀老师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你是代表韩国男生的，你最有这个资格讲。我其实真的没想到这么多人讲韩国，然后真的是因为我是韩国代表，就都在这里先道歉，直接道歉，对，没有没有，是不是也做过一样的事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你们刚刚讲的那些男生可能太年轻，不知道那个就是面对感情的方面不知道要怎么办，不成熟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不成熟是做这些事情。如果是像我自己做过的是，因为有一个台湾女生。就他太黏我，例如说就是，而且是我们兄弟聚，因为我很喜欢兄弟聚，就跟哥哥们一起喝酒，一起吃饭。他也要跟，对，我要去跟哥哥们一起吃饭。他说跟我一定要跟我去，然后我跟他说不要，我们今天要谈很多事情。我跟他说不行，他说一定要，所以我后来问哥哥们说可以了，我带他去。然后我们后来聊天的时候，我们谈事情就是比较久，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一直跟我说，比如说我想要回家，哇，对，然后去哪去啊？不行，而且对啊，而且是他很大声，直接在哥哥们面前说这样讲，我很丢脸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等一下再讲。他说，但是我很累了，我想要回家了什么的。就帮他叫 Uber 啊就好了。对，但是我所以，我跟他说你先回家。他要跟你一起回家。对他想要跟我一起回去，然后我就后来就哥哥们就是跟我说，好吧，你先回家了，先回家是这样。然后我跟他一起出去以后，我直接跟他说，我们不要联络。我们到这边了，就是我真的很丢脸，对，是这样。那这样子你也是蛮过分的。没有啦，就我觉得是他这个态度很过分，就是我踩到点了，踩到点了，对，就很对哥哥们就超没礼貌的啊，我就很重视看这个，对，所以我直接跟他说不要。我就觉得女生在外面一定要做面子给男生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样子是，对，这不可以这样子。哎，讲的自己都没闹过一样。对啊。啊，不过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难免会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嘛，然后送个礼物啊，或者一些东西。这些分手之后会怎么办呢，小庄哥？这些回忆哦，我曾经有照片，曾经有一个经验，就是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来找我，就我家里其实还放以前那个女朋友的照片。然后那一天我就出去买东西吃嘛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我看她的脸色就很不对，因为她去可能去我的房间翻一些东西，就看到之前女朋友那个照片，然后就。整个跟我大吵架，我说这有什么好吵？他说你为什么之前女朋友的照片还留在你的家里？我说我也没有特别要去丢，我也特别没有要干嘛。他说你这样很不尊重我。我说啊，很不尊重你，因为我立刻拿去丢就好啦，其实立刻拿，我还何止拿去丢，我立刻就剪刀剪了，我直接拿一个铁刀剪，直接烧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太过了，因为我以前直接烧，我以前是交往过女朋友的照片，我都是吸在就是冰箱上。嗯，然后就他买了八个冰箱，对，贴不满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，就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是就是过去了。女生，你有没有参与我的过去？女生可以收起来，女生会很在意这种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个点，因为我们根本也没有在乎那个东西。对，我们只是他们会认为是我们要留念，还怀念以前的女朋友。可其实我们根本没这样想，但是我们根本压根子都没有这种想法。是要看你放在哪里。真的有男生是会想要留念，因为我身边有一个男生朋友，他就是把他所有前女友的东西。留下来，然后都装好一箱、两箱、三箱、四箱，然后去二手拍。他说他时不时会拿出来回味一下以前的时候，回味太奇怪了吧？这种就不行，这就是不行，真的这样就不行。他就这样一个罐子一个罐子，然后上面贴一个女生的照片，那是灵骨塔啦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有男生是这样啦。哦，我们这个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只是当就是曾经发生过的美好，也不要把它否认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，后来我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不要留前女友的任何东西在家里，甚至照片，甚至手机里的照片，也要全部把它杀掉。这么严重哦？格式化掉。我觉得看女生，看对方啦。因为像我是可以接受。对方留以前的女友的照片，因为我可以理解，就同理，因为我自己是把前男友送我的一个小娃娃，我都放在床头。啊，就是这个比较奇怪吧？照片跟娃娃又不一样了。娃娃没有坏掉就摆着。对，因为娃娃，我看到那娃娃，我不是
不一定都会想到他，我只想到当时这么爱这个人的自己，就是付出的那段过程，我觉得自己很可爱。那个娃娃是不是就是长得跟那个男友一模一样？太恶了吧！的一个小娃娃。可是那个娃娃是那个男友去买衣服送的娃娃。哦，那对你来讲就很有纪念价值。对。然后新交新的男朋友都会拿针去刺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是每个人不一样啊，要尊重另外一半。然后最后我拿掉是因为有人跟我说我放前男友的娃娃在床头，所以我才会一直都没有办法有另下一个新的恋。对，你拿掉了吗？我后来拿掉了。啊，有出现新的吗？没有，家里没有，不是娃娃的问题。对，我了。金炳秀，你有什么祝福面对这种事情？我其实应该很多韩国男生跟女生都一样，我们全部都删掉。而且是真的，对，而且是我们真的是某收到信或者是照片，我们全部都是用火烧掉。你们应该是在韩国什么韩国的那个韩剧里面也很出来，看过那边烧的，对，全部都烧掉啊。然后如果是真的，如果是男生，如果韩国男生家里或者是他的手机里面还是留着那个照片的话，可能是他忘记的，忘记删掉的，不是故意留下的。对，其实我也会删掉啊，然后我也会希望就是我的男朋友会删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东西，他为什么要留着这个东西？因为就是你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小心碰到，你就会像那个人，我就不想想啊。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的男朋友是会这样，所以我都会要求删掉。而且如果东西的话，就像我前男友，他就是在我生日就跟我送了两个名牌包，我这样说我也不想留着，因为这是对我现任的男朋友的尊重，因为他也知道这件事情。我比较贵的我卖掉，然后比较就是没有那么贵的，一般的就是我朋友刚好就是我的一个女生朋友，她需要一个包，就说那送你啊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就那些什么包啊，就是钥匙圈啊东西，就是我男朋友也知道，就是这是那个人送的，他就说那你要怎么办？我就说啊，好丢啊，就丢了，就这样。其实这样会比较好了。是。可是这一切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我们谈论前面谈论这一段，佩德罗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对啊，对你来说这不是一个事情。没错，他现在衣服还是前女友送的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是一个很就是很感性、很浪漫的一个很有爱的好男人，所以我每一个感情都是很对我来说是很宝贵、很重要的、珍惜。对，真的，我没有办法丢掉他们送过的那些卡片啊、影片啊，那些我都是会放在一个纸箱，然后送影片哪一种影片？是什么影片？你们自拍的吗？外流的哪一种也会留着，但是浪漫的也会留着。哇，你还会跟你的女朋友拍那种影片？那个要一个个资料夹。哇，一起旅行或是一起旅行，浪就是对，可能甚至他会剪接一些一起旅行的回忆啊那种，我都觉得丢那个很可惜，是个很宝贵的可以回味的东西，那我都会放在一个纸箱。然后被前女友发现了，他把我的电脑、笔电跟那个纸箱开始剪掉，然后想要砸烂我的电脑，是这个一定的，真的很一定的，可怕，这一定的麻烦。别人都有东西可以删、可以丢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前任不会送我东西，就我们两个交往期间，他没有送过我礼物，卡片也没有，就有的话应该是跟空气交往，这讲什么？自己想象出来的。生日呢？这种人也没有礼物都是我在送的，而且有的话应该是我们一起去买。的一个很便宜的情侣戒，而且忘记是我们 AA 买的还是我付钱。哇，那为什么不是？不是你生日他都没有表示一个卡片也好，你这样不会生气哦？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生日，但是太短了，太短了，不到一年，不能怪他。三个月啊，你会送他吗？我会送他，他那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我还送他一个包包之类的，他没有送你。他就说，我下次会送你，你这样我很不好意思，我下次会送你，然后结果都没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情侣在交往的时候，这种仪式感其实很重要。对，因为就有一对日本的那个老夫妻，已经大概90岁左右，然后阿公有一天突然临心血来说，对哈，我们结婚纪念日我没有送过我老婆东西耶，不然我就去咚买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就拿给他老婆说，这要送给你。结果他们可能结婚已经可能60年了吧，结果老婆说，好开心哦，然后就把老公牵老公的手到另外一个房间，然后把壁橱打开，然后拿出一个礼物说，其实我们结婚的第一年纪念日我就准备了，可是因为你没有送我，所以我就留着。这是第二年准备，第二年的，第三年的，拿出了60个礼物在那边，然后阿公当场就哭出来。因为其实这种仪式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可是有些时候你没做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叫对方，就是两个人其实有点仪式，两个人要对，就互相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可爱
对啊，就很好啊。哎，子柔怎么样？其实刚刚佩德罗有讲，他会把他前任的东西都留着，我真的很欣赏，就是他对感情的态度，因为我也是很重视每一段感情，就是从国中开始到现在，就是对我交的男朋友，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票啊，去哪些地方，我全部都有一个本子，全部记都留下来，照片也粘在里面，还都会写几月几号出去，然后每一个就是他可能送我一颗糖给我的那个包装纸，我都会都留着，太用心了。就算我们分手了，我也就是觉得这段感情曾经存在过，我也舍不得丢，然后就保存在那边。然后有时候我也会翻一下，哦，原来我以前也有就是这段感情，但不是留恋，就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，一个回忆的一个感觉。没错。如果你交了一个新的，对象，就他超 care 这件事情。你会丢吗？怎么办？或者你要结婚了？我觉得我没办法把那个本子全部就是丢掉，因为那里面很多我的回忆。对啊，对，其实就是你们就觉得是对方应该要试着接受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佩德罗交往了，你们两个好适合啊。你跟佩德罗交往啊？对啦，佩德罗会帮你拍一些影片啊。佩德罗那个纸箱又会多一些你跟他的影片。先看过纸箱的那些影片才决定。这个真的吵不完，这每个人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，我觉得都互相尊重就好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？要来砸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怎么这么急转直下？其实不是才说要互相尊重的吗？但我们有设计都做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是有些人是想要忘记，是因为他们过去，他们说他们自己想要把这段过去忘记，所以我们在特别准备这个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谁要先来？讲完之后把东西砸烂他。好，娜娜。好啊，可以吗？我之前交往过的那个某个艺人朋友啊，他是台湾的吗？台湾的朋友。哦，星座呢？他是射手座。那一开始真的很好，那过一段之后就开始，他很明显态度就变很冷淡这样子。我发现了嘛，所以我马上问怎么了。那他说他是射手座，很爱自由的，而且还传给我看那个网络上那个制作的图案。那你看。射手座很爱自由的，很爱自由的，所以不喜欢被绑住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，就开始没有联络，而且其实他没有很大方的，他给我的都是一大堆零食啊、饼干、吃的东西，都吃掉了很多，然后客厅。他不要的东西，客厅里面不要的东西，就小小的这种小那个什么小吊饰。他应该也不是拿来送你，气死我了！我真的不要啦，不要这样子。这个有啊，他不想留着，是不是？想把这个彻底的丢掉，彻底丢掉吗？丢掉。好，零食什么可能被吃掉？这个是唯一有形的东西。对，来，请把它这一段过去。忘记了吧？对。哎呦！好彩的哈！忘记这一段。哇！啊！丢掉了！丢掉了！丢在心中还是有揪一下的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你为什么好像感觉好像有点不舍？对啊，有点舍不得。你还想念他？还想念？没有。好，接下来洛丽塔舒服了，有准备。我自己身边也是有一些前男友的东西，可是我不是故意要留，就是会忘记，因为我那当时那个前男友他非常小气，也是送我一些垃圾，然后我每次收到以后我就把它丢到旁边去，然后就忘记了。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啊，什么啦？什么？光剑啊！某一年的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。生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跟他交往的时候呢，反正我们交往大概两三年。你是异想交往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前两年呢，我生日的时候，他都会刚好跟我吵架，然后就吵架就不见面，趁机就不用送。就后来有一年好死不死，我们生日就是没有吵架，然后他就想说，哎呦，终于有礼物可以收了。就他这样一拿出来，居然是这个东西，然后还说你看，很棒，然后还挥舞给我看，这样子超不开心。摔烂了，摔烂，直接把它摔了，很烂，不是把它摔坏，偏烂，超烂的，
更烂。你也不用摔啊，你可以送我们节目当道具啊。哎呀，哎，这可以去看演唱会哎。这个有乐店在里面，你看一摔就烂哦。这个再让40元商店都买得到的。是，而且我很气的是，因为后来分手之后，我去看他的脸书啊，因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都说我好穷，我都没有钱。后来分手以后，他的脸书都开始 po 一些劳力士啊，跟一些名表什么的。名表太多了。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在装穷哎。你这次光线最贵就是电池而已。对，真的耶，电池比光线还贵。还可以用，还可以用哎。哇！来看演唱会，看演唱会哦！耶！呵呵哈嘿！开始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开始用双截棍，消灭烂台！这次太烂了，太烂！这我这次值得生气啊！这这我因为你写卡片给我，都不要送我这个。真的真的，我宁愿他做那种照片。你把它折断了，把它折断了。礼物哎，把它折断了，我跟你讲，折断了。对，我也最好的方法给它断了。你让它亮的，对，然后折断它。然后呢？你一定要断念，对，罗伊塔，就是我们拿这个光剑哈，断舍离，直接往你的头上插下去，把它敲断，对，敲完，一切就是过去了。我跟你讲，爱盖，好厉害，要修好。哇，爱你好厉害，砸断了，砸断了，哇，砸断了，哇，然后砸断这一根，对对对，把它砸折断，嘿，哦，哇，他不死棒。这是棒球的好硬币的意思。哎，是棒球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好好好，好鸟的。好，这样算是断了过去了，断舍离了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哎呦，好。对，而且那时候我会很生气，也是因为平同一年生日的时候，因为他生日我都送他很贵。那我记得那一年我带他去 Tiffany 挑饰品，就我买超贵的东西，对。然后结果他给我生日拿出这个，所以我就整个暴怒。他好闹哦，超闹的。他是不是没有很喜欢你啊？会不会？你觉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都分手了，算了啦。他不喜欢我，现在。而且你说那一根送你那根会震动，还有点用，功能比较多，还可以按摩啊，对不对？太大只了。送按摩棒也好啊，只有这个了吗？还有没有别的？这还有带合照啦，合照也可以丢了。合照真的也是我没有故意要留，因为就是我就把它。我看一下，是不是看它长怎样？怎么样？我好奇。我可以看吗？我可以看啊。而且。哎呀，麻起来！而且因为我那时候非常生气，我还就我就那个分手以后，我就写说，我就想说我那几年当初我在当义工照顾一个，然后我就写了这样子，还不错啊。这个我们会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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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会码掉。那我会被杀？但是他还蛮帅的，其实是帅的，帅哥。可是你要撕吗？这个很难撕哎，这撕就没有了。用剪的，有没有剪刀？一刀两断，好不好？剪了，剪了。好，来，请剪。过去的回忆。一分为二，哎呦，碎了！哇，这个帮这剪刀丢掉，丢掉，直接丢掉自己的照片，那个留着，留着，剩春青春，对对对，哦，哇，你刚刚那张照片是独一无二的，那个拍立得啊，就只有一张，拍立得只有一张，直接丢掉就丢掉了，就没有了，好回忆留着，不好回忆就让它回去，对。但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有学到东西，然后有让自己进步的话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对啊，因为你分了就真的分啦，你应该要从中得到一些成长，这样才是对自己才有价值嘛，对不对？自己要进步啊！祝福你们都能够找到新的情人、新的爱情，好吗？好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啦！谢谢，拜拜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同学来了，百看不厌。不想漏掉最精彩的内容，请用力订阅加按赞。还有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哦，开开开开开开开。好了。